太太龟。哈喽，我是太太龟。嘿。叮叮叮。翠山公园。你今天来野餐了？一到就在睡。哦啊你哦啊这这哦夸张哦，哇赞赞赞啊，那哪一个是蜘蛛人的炸鸡？这个是蜘蛛人的。嗯，哦够炸鸡够吃鸡哦，还有玉子烧。哎，你第一次挑战玉子烧？对，可是有点失败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没败了，没败没败。这边就没什么人了，山上的公园，小公园。今天是228连假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边在放闪，这边在睡午觉。爸爸吃啊。好啊。那什么？你只是看到草莓酱吗？对啊，草莓吐司。草莓吐司。嗯。嗯。翠山公园这边算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啊，这算山上，然后夏天来都很凉，前面有一块草皮可以野餐，然后有一个很棒的溜滑梯，还有凉亭，这边几乎假日都不会有人啊。今天是228连假，今天已经算最多人了，有一组两组也才两组，也才两组人，加我们两组人而已。风景很棒哦。爸爸，你看我要飞下去了。好哦。成功。哇，这是从一岁爬到三岁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哇！你摘的花。是要给我的吗？只有一朵吗？爸爸嘞，那我再给你一个好吃的。阿波，你再不起床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比家里还好睡。蜘蛛很怕一些小昆虫。哎，阿伯醒了，我醒了。今天你在怕怕？你知道我刚刚怎么把他叫醒？我说阿伯有热狗，有火腿。醒了。哇，醒来第一件事。阿伯，你要吃毛豆吗？他吃什么最香的？他在晃神的阿伯。要吃的。放嘴巴，直接放整个。开吃。那里吗？热狗啊。好，我帮你包。嗯，炸鸡哦，妈妈自己炸的炸鸡哦。那你喂哥哥。宝宝嘴巴里还有。啊，爸爸嘛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我毛啊，啊，谢谢。嗯，谢谢啊，都是口水，赞哦。哎，妈妈要吃尿尿呢，不要吃尿尿呢。不要，我不要。以后那个中餐部自己出来吃就好了。带出来外面。Thank you.
下去一个绿色的给你吗？那一只手不太放了。对，阿伯背你。我不会了。哥哥，你教他两只手要放哪里？我教你，我再教你一次。这样，两只手要放这里，一只，两只。哥哥示范。然后再抓着这个，然后你看我在这里，在下面一个，我出来，然后再抓住这个绿色的。你哥教那么认真，啊，这个你要去爬楼梯是不是？还要吗？好。很捧场哎，哥哥。是。哥哥。泡泡来了。偷亲，你不要偷亲，偷亲。阿伯，你要先起来，不要。阿伯，你躺下来，不要。好像刚刚一样，不要。好了好了，不要，不要了。开始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你没成功。动起来，进来。把自己当，我这不是跷跷板呐、啊，你是教练。可以啊，我帮你保护。哟哟，稳当啊！他想玩要点开。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来跑个500下，开始。要喝爹爹了。你得5下就喝爹爹，有动就好了。休息一下。你很累吗？你刚刚不是只跑了5下而已吗？你说嗨，虫虫。嗨，虫虫。虫虫，哎。你说你好。对，你好。前面。风一样的男子啊。危险。蚊子来要怎么样？我要降了、啊。蚊子来了，你要回家了。蚊子来了。哪招？一元复始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中，八方来财，九九长存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